嗨，大家好，是史诗。今天要测试这一瓶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香水。不知道哪一个品牌。反正就是香水啦。我觉得非常臭的香水。今天来测试这个银针。里面都是蟑螂。我等一下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来哦。多的蟑螂，有些都躲起来。用这一瓶抓抓哎，上十一点，然后我们下午再来看一下哈，看还有没有蟑螂，有几口。我靠！我们再盖起来。下午来看有没有效果哈。OK。好的，现在是下午五点哈。我们来看，经过大概六小时，看香水有没有那个人家说的蟑螂会怕。来哦，来三二一。我靠呀！没用啊！看到蟑螂无敌，小熊怎么都不怕。反正别怕，蟑螂还是很多。对，香水啊，不能用久。对的。暂时的而已，好，就这样。